幸福公主欢团锦簇，好幸福。丹老师，感恩天地，感恩院长，给后来我们有分享的机会，非常高兴啊！今天啊，我们这个部署列车啊，我们自己开的这个我们家的货车啊，就是八人座，我们六个人很快乐哈，早上就这样很快乐的，然后马上台北来参加啊这个这么富足的一个见面会啊，像到那个会后还没有入这个超马之前，真的身体啊，然后财务都是非常困顿的，其实也不想活，你知道，因为身体真的糟到不行啊，然后每天在追三点半，不知道怎么过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第一次跳票的时候，我老公一直跟我讲说：“你再去找钱，再去找钱。”我那时候就心里很憋屈，你为什么不去找？为什么还叫我找？对不对？那我就开车，然后眼泪就掉下来，然后继续工作，然后就到花市的时候，我开车，我开得很慢哦，闯红灯，就是我那个警察就来跟我说。那闯红灯嘛，比较对人家比较大声。啊，他看到我在流泪，他看到也好像很不舍。他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给你开红灯，闯红灯啊，我给你开一张红灯，右边停车停不对的那种才100块。”那我就还到花市之前就有点犹豫，我就去讲，也是眼眶红红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小姐跟我讲说：“小姐。”你这张保单哦，热腾腾的，电脑还没有过来呀、啊，我就问很久哈，所以你看多困窘，甚至拿我们不要煮饭的时候，然后去吃那种人家拜拜有没有普渡的那个面米呀、啊，去吃那种东西，没有办法再去想说我今天可以到菜市场再去买什么东西，甚至最困苦的时候是去找我的。存钱筒，我印象还很深，就是在算那个零钱的时候，手会滑抖，知道吗？那小时候付人家一个什么货款，然后手很抖，这样凑也凑不小，有没有那个数字的？所以呢，想想看，那种日子怎么过？真的是怎么过？那很幸运呢、啊，一个朋友丢钞啊，存钱筒直接给我以后呢。我请女儿去买《超级生命密码》，那本书拿到的时候，一口气一天把它读完。我非常高兴，那我老公更比我更喜欢看书，我就读给他。那这个中间真的是天地的安排，就是妈妈就拉着我们的手就很棒。那我们也愿意跟着春梅妈妈一直学习，一直学习。其实当中呢，只要老师回来看着我们读的话。尤其在第一次的大阪跟的一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要参加，我老公也跟我讲，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想听他的，劝我去参加那个课程。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抗拒，可是我没有钱。刚刚我在春梅妈妈那边，他也在提这件事，他说：“啊，我问他说，他不要，他哪天他不了，啊，他到底几岁配？”不是没钱，他一直拖，拖到最后的时候，让他其实自己要去拿。那这个当中呢，我老公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老实讲，那时候最有钱就是我女儿佩君嘛，你想当老师啊，就说要等他中午回来才跟他拿钱，啊，没有印章也没办法。那这个当中，我老公也不晓得怎么办，他先坐在，因为他去上几次的节目，他知道感恩情绪很好用。他就把感恩师继续放下去，然后做个心法。真的很妙哎！这个中间啊，有一个那个传真机，咚咚咚咚咚，哇，那个龙华出了好几对啊，然后刚好后面录了一张那个传那个我们汇款的水单。平常我们做花店的生意是这样子，不管大单小单，都是做完都才会汇款的。那你很神奇，我认识哦。后面就马上说老板要做这个订单了、啊，然后我们钱都已经汇到了户头。我老公好高兴，我拿着那个
他能拿到的都是公司的账本，就是全部跟他给印章，其他的他都没有，我的也没有。那时候我刚好，也就是工作关系，到在香港去，那就这样子，他说快点把钱领出来的时候，顺美妈妈就在那个，他刚讲说，你妈妈通过遗物是谁的，什么也没有惊哈，然后他就来到那个 seven 还是什么，我们的西楼的休息站去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参加的老师大安的一个活动。其实，在那一次的活动里面啊，接下来就是跟老师的个人咨询，我印象非常深。后来我就知道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能量正的跟负的一个关系，因为我的负能量太重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生红尘当中，太多的课题要去处理。就刚刚讲的，我们负能量很多，我怎么做？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我说，老师说，不管你如何，你咬牙切齿你要去做，你心不甘情不愿你要去做。其实我做着做的时候，我跟他做保的那个人，很神奇的，我对他怎样？因为老师讲一句话，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欠人家？你还是欠人家，我就不敢再回话了。我去做的时候，其实心就软下来，软下来以后呢，怎么样？眼泪就一直掉不停。那在整个做这个忏悔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前世不想做多少的，真的是作恶多端吧，太多的负能量。然后这个中间，其实在做负能量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做到一个小时哦，一大早四五点才做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做完以后很奇妙的，连那个小事情哦，它就浮上来。就我细汉的时候，我给我阿伯的，我们爸爸是的兄弟是很要的，然后他那个阿伯那个就跑出来，我叫我阿伯，因为我阿伯都是跟我爸爸要钱的，我就改硬出口，你俩怎么样跟你谈啊？现在应该管爸爸点钱，我就很愤愤不平，我爸爸很生气，我爸爸很疼我的，可是我这样子好像无力，咋被叫不 OK 的？我爸爸记得他会来骂我。他从来不骂我不打我的，那时候我知道我很离谱的错，可在做那个忏悔当中，这件事就浮上来了。所以呢，很多的负能量在做的一个点对点去做完掉，有时候哈，这个负能量有些东西我们太深层的东西，我们在这个做真正忏悔的时候，它自动就浮出来。好，那我要先打个岔哦，因为呢，其实真的礼物祝福很多，阻拦不及备载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啊，听到呢更多的分享。那我要请慧蓉姐快转快转的直接说呢，现在到底是赚多少了？赚到我们现在已经买房子了哈，以前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就这样子哈。那现在也是就在我的传统事业以外呢，我另外一个科技公司的部分呢，我们去年有三个月的业绩是上千万的，那今年的有一个月的业绩是上千万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祝福，速得无助呢，那真的我们就这样的生活，真的很快很快，希望大家好像沉得住气，老师讲的，做到一半已经99%，剩下1%，然后呢，你没有做到就离开，真的非常可惜。我们的法宝太多了，太好用了，真的祝福大家，谢谢。